小明柱今晚战功绩，专利滤网飞扬 PM2.5 驱逐力高达99.9%，并且带来最新的 UV 紫外线灯，就是这台486方块机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录影不在直播了。哦，在录影是不是？啊，拍子拍子，我换个风格哦，我换个时代哦。这台来自韩国制造的方块机，看似轻巧，却装着最先进的功能。脏空气会经过严苛的三道过滤系统来完成净化。首先是第一道电浆离子产生器，把刚吸进来的脏空气进行消毒与消除异味，再给予空气中的粒子附上极性，提高下一步骤的吸附效率。第二道 E2F 过滤器，卡，我们在录影哦。拍仔，我忘了。将附上空气的极性粒子呢，加以过滤大部分的霉菌、细菌等病菌源。第三道紫外线灯，最后一道再经过当前最热门的 UV 紫外线灯把关，将最纯净的空气往外送。而方块机适合在哪些地方使用呢？凡举床头边、小孩房间或是办公环境，小平数的空间都可以使用。市面上啊，其实也有更便宜的桌上型清净机，可是大部分的功能你仔细看都非常的简陋，尤其是他们的滤网啊，无论是制造或者是来源，更是一大疑虑。486这台方块机呢，它是有专利保障的 E2F 奈米级滤网，在我们486的商品页面呢，都有 SGS 的检验报告，这可是骗不了人的。我们高雄的新同事芷莹呢，她是一位新手妈妈，而在进入公司之前，其实她已经跟486买过一次方块机了。我们来听看看她的使用心得吧。我家客厅是用大白第四代，像主卧坪数比较小，家中又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，小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呢，我就都会一直开着。收到电费单，我也很意外，完全没有比较贵耶。这台方块机很节能，每天开24小时，一个月花费你不到6块钱。不到6块钱哎，而且是整个月开着哎，是不是很省？如果你正在找一台桌上型的清净机，这台技巧也有三道严格把关的方块机，热销全球12国，8项国内外认证，小空间清净首选486方块机。3、2、1，这台严格技巧也有三个，这台技巧也有方块严格三个，这台技巧也有三道严格把关的方块机。486团购11周年庆，独家干衣机下杀4000元，年度最热卖手持吸尘 HOP 抗涨再降近4000，更多抗涨家电只在486团购。